当然，一开始这是全世界此刻最关注的美国总统川普的病情。他在医院，也就是华特里德军医院，已经度过了第一个夜晚。尽管外界猜测川普是因为病情高烧的严重而必须住医院，还是只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住进那里有最好的医护设备的看护，但显然他的病情已经在开始有些迹象的进展。医生承认他的呼吸出现了困难，因此开始施用像瑞德西韦之类的药剂来减少他体内的病毒量。当然，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健康、他的呼吸、他的血中的含氧度。尽管外界对他的所谓的身体的体重、年龄都抱以相当的担忧，毕竟以美国的例子来讲，全美国到目前死亡的超过21万人当中，每10个里面就有8个是在65岁以上。川普今年已经74岁了。但一般来说，他的健康在美国的医护之下，其实过去以来，今年也有很多大人物在国际间都曾发生确诊，而他们现在也都康复了。所以川普也可能最后也会康复。当然，最近目前最影响最大的，他的整个的政群的影响，到目前他的政治还是掌握在他自己，而且军医院仍然是暂时的总政治领导中心，而且副总统并没有暂时来代理。因此，川普目前仍然是美国的三军统帅。但最尴尬以及最令人担�忧的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31天，有一个候选人竟然住进医院，这会让整个选举的动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就一连串的分析。不过至少有一点可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至少到了现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国民众应该可以深切的了解，在目前的疫情之下，戴起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绝对是最明智的行为。10月2号下午，确诊的美国总统川普出现在白宫侧门。只见他少见的戴上口罩，在幕僚的陪同下，精神略显疲惫，步伐缓慢沉重地走向等在南草坪的陆战队1号总统专用直升机。不理会记者提问，直接登上直升机扬长而去。经过大约10分钟的飞行，抵达华特里德军医院停机坪。接着搭上黑头车开往医院大门口。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for the tremendous support. I'm going to Walter Reed Hospital. I think I'm doing very well. 这段在出发前预录长度18秒的影片，川普向全世界昭告他得了新冠肺炎，出现身体不适，准备去医院治疗。All of you know the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they remain in good spirits. The president does have mild symptoms. 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是在1号晚间确诊。原本白宫说两人状况还不错，准备在白宫进行隔离。没想到2号上午出现幕僚长所说的轻微症状，川普有发烧、咳嗽与鼻塞，梅拉尼亚则有咳嗽与头痛。因为已经发烧，为了安全起见，在医疗团队建议下，川普前往医院接受治疗。I'm optimistic that he'll have a very quick and speedy recovery. 虽然目前症状还算轻微，但川普属于高危险群。今年74岁，身高将近190公分，体重超过100公斤，属于过胖体型。根据统计，65岁以上的确诊患者住院几率是年轻人的5倍，过胖体型则为4倍。不过症状恐怕会越来越严重。I'm sure the doctors, medical teams are sort of considering now, if he starts to have trouble with breathing or oxygenation, what are the triggers for those sorts of things, and how long should this isolation last?这件晴天霹雳的消息是从1号晚间传出，川普首先发推文证实，亲近他的一名竞选女幕僚、前白宫通讯主任希克斯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由于过去几天两人曾经密集接触，因此川普与梅兰妮亚在白宫进行检疫。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再度发推文说自己和第一夫人同样确诊。梅兰妮亚也在推特证实，并宣布暂停所有活动。这3篇推文让全世界震惊。
This is CNN Breaking News. I'm Robin Koner. I want to give you this breaking news that has just come out of Washington.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just tweeted that he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究竟是谁将病毒传给川普，引发外界关注？目前最有可能的就是早一步确诊的竞选幕僚希克斯。从上届总统大选开始，希克斯就加入川普团队，是重要的幕僚。29号总统电视辩论前，他和川普一起搭空军一号前往辩论会现场。30号，川普前往明尼苏达举行造势活动，希克斯也搭上总统直升机、陆战队一号以及空军一号，和川普直接近距离接触。不过30号晚间，白宫幕僚已经知道希克斯出现症状，为何还会让他随行，实在起人疑窦。We actually pulled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had been traveling in close contact. The reason why it was reported out, just frankly, is that we had already started the contact tracing just prior to that event. 除了美女幕僚被怀疑是病毒源头之外，病毒更可能早就找上川普。26号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新任大法官提名人选记者会，当天出席的来宾已至少有6人出现症状。除了川普与梅兰妮亚，还包括2名共和党参议员以及提名人巴瑞特母校圣母大学的校长。在场观礼的前白宫高级顾问康威后来也证实确诊。The nomination of a Supreme Court Justice.不过巴瑞特本人检测结果是阴性，但他过去的确曾感染新冠肺炎。而根据一名记者统计，白宫相关人士包括3名采访记者在内，已经有23人确诊。What the West Wing is experiencing now is what the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for the last 8 months. This virus is very real. We are not turning the corner.白宫人人自危，和川普密切接触的官员也全部进行检疫。当中最频繁的就是白宫幕僚长米道斯，其他包括参议院共和领袖麦康纳、副总统彭斯、财政部长梅努钦，甚至是众议院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几乎所有华府高层官员都在危险名单之内。所幸目前检测结果都是阴性。Let's just take it as a prayerful moment for our entire country. 至于第一家庭的其他成员，在电视辩论会当天进场时，虽然都有戴口罩，但辩论开始后，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口罩拿下来，鼻子和嘴巴都暴露在外。第一女婿库什纳曾经和希克斯并肩而行，登上空军一号出席造势活动，两人既没有保持距离，更不用说戴口罩。还好川普家族每个人，包括伊凡卡和库什纳，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就连川普儿子拜伦，虽然同住在白宫，幸运的也没有被感染。另一个让外界关切的焦点人物是川普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And so I got two COVID tests this morning, one in Delaware and one by the former White House doc who came up, and everything is clear. We want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was clear before I came.检测结果过关，选举形成罩跑。但由于拜登已经高龄77岁，专家表示，就算2次检测都是阴性，并不表示不会被感染。Because you could be testing negative for several days after that exposure,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day 5, day 6, even up to day 14, as you know, John, you could suddenly test positive. 至于人在医院的川普，度过染病的第一个晚上，不改老毛病，发出简短推文说自己很好，感谢大家，还大写 LOVE。之所以能发推特，是因为白宫医生给川普服用的是目前证实对抗病毒有效的瑞德西韦，还说他不需使用辅助氧气机。此外，同时使用多株抗体鸡尾酒疗法，但属于实验性质，效果存疑。And what they found was that it was likely to shorten duration of symptoms and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needing hospitalization. But again, really small study, average age 45. Does that extrapolate well to the president?目前川普决定在医院办公，暂时没有转移权力给副总统，但所有的造势活动暂停，也不确定15号第二场总统电视辩论是否照常举行。距离投票只剩下一个月，染疫确诊所引爆的10月惊奇对未来选战投下极大的震撼弹。